love you。今天不是越爱越强，我觉得投稿的问题呢越来越离谱啊。不，他们应该分手还是在一起嘞？中麦爱情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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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情 love all night， 麦爱情 love all night 跟你讨论网友投稿的爱情问题。你好，我是 Daniel 黄振宇，今天投稿的是一位女士，她说她老公很爱她，在一起呢已经有10年了。然后呢，她老公真的对她很好的，不发她脾气，又给她零用钱，反正呢是一个好好先生。可是这位女士就说，结婚多年后，可能是婚姻冷淡期呢，她就很想要跟异性朋友出轨，就是想要背着她老公呢，在外面找另外一个男人的意思啦。而且还特别说，她下一个月呢就会一个人去背包旅行，她很怕自己把持不住。那在麦的 FB 上呢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别没事找事，知足常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很多人呢，只羡慕你有一个那么爱你的老公，每个月给你家用，对你那么温柔，可是你却说太过平淡了，想要去出轨，这个是什么想法来的？真的是荒唐至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对于这个爱情问题，这位女士就问大家，哎，是不是当夫妻生活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这个冷淡期呢，就会有出轨的这个想法？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啦。那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该怎么去解决呢？ Voice message 到我们的 MySell Company Number 0165073333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搞婚外情呢，怎么样都是错的啦，千万不要给借口自己， OK？ 先有电影 Go 的主题曲 Kita Bastipole， 买好玩。My 新歌道由 Kaka Asraf、Daniel Sher 以及 Saint TFC 演唱电影 Go 主题曲 Kita Bastipole。